这是用160天时间进行了一次环球拍摄，这是一次穿越亚洲、非洲、美洲，踏遍四大文明古国的影像行动。我们以艺术的视角穿越北纬30度神秘纬线，我们用独特的表情记录四大宗教、六大文明。我们怀揣着不灭的梦想，寻找人类永恒的信念。从这里出发，我们一路向西，用脚步丈量，用镜头寻找。浙江广电集团大型纪录片《艺术北纬30度》即将扬帆远航。